我去上班了不？好的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。阿宝吃多点，快快长大。外婆，我放学啦。好，放学啦。是的。妈妈，我放学啦。妈妈，我放学啦。外婆和妈妈都不是回来了吗？妈妈去上班了，刚刚走了。她怎么不等我回来的？因为妈妈已经到上班时间了呀。妈妈，你等一下，多久没陪我啦？妈妈，你就不能今天请假一天吗？也对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妈妈连续上班好久了。那这样吧，你叫我请假，我也不能马上请假啊，不然我就回早一点不加班啦。今晚下班陪你去玩啊，怎么样？啊，你快回去，等一下外婆找你啦，妈妈待会儿又迟到了。嗯，小心点哦。啊。快点煮饭，妈妈今晚很快就下班了，她说她带我去玩。好啊，你放外婆吧。好的。外婆，我来帮你洗，你去忙其他的。好。前面就到了。嗯。妈妈明天也休息，你等一下跟小朋友们玩得开心。啊。那是小月，小月，哎，小珍珠，你快点来玩这个泡泡，很好玩的。哦耶耶，小月，你让我。小月，你上次说不想吃茄子，那段话能不能再给我说一遍？可以呀、啊。我不想吃茄子，天天吃。小珍珠到你了，你不是说外婆外婆我回家了？外婆外婆我放学啦。